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产品覆盖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从视频监控到智慧物联，大华坚定 AIoT 和物联数字平台两大技术战略，不断夯实以视频为核心的全感知、全智能、全连接、全计算、全生态的五全能力。大华坚持研发创新投入，加大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夯实数字基础能力底座。公司研发投入占营收的10%左右，研发人员占总员工50%。公司建立了先进技术、大数据、中央、网络安全、智慧城市五大研究院，软件和硬件两大产品研发中心，依托对智慧物联的深入洞察与布局，公司持续探索新兴业务，延展了机器视觉、机器人、视讯协作、智慧无人机、智慧消防、汽车技术、智慧存储、智慧安检等创新业务。这个暑期，我们的留学生参观了大华，并采访了带领我们参观的工作人员。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浙江大华海外 HR Andrew。很高兴认识你。那么就是刚刚感谢您刚刚的接待，然后就是我准备了几个问题想问您。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大华的历程。就是我们浙江大华首先是以这个首先是这个智慧物联提供商吧，然后我们其实成立于2001年，然后后面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子公司，然后到现在我们其实有57个境内境外的这个办事处，然后包括这个目前公司也有20000多名员工。然后我们在这个18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这个21年的时候，我们也发布了这个全新的战略。你这样说的话，就让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华所关注的，也是我们全球都在关注的吧，就是这个整一个智慧物联网体系的搭建，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所有，包括我们的人脸识别、支付啊之类的，停车场、医院这一些其实都是相关的，然后大华也是在往这个方面发展。那大华的产品一直都在这个行业领先的这个地位，就产品的竞争优势是什么？首先产品的竞争优势离不开我们研发团队的一个组件吧，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奋斗。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另外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更新与迭代速度非常快，因为时代也是不断的进步嘛。了解了。那2021年的大华召开了战略升级发布会，那会议之后大华的这个公司的终点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其实不能说终点方向，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个这个3.0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所有的这一些现实中所接触的一些产品也好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上面所接触到的各种方面吧，就是我们能把它都智慧物联一体化，这样子也能更方便我们人去生活嘛，生活更便利。好的，谢谢您，再次感谢您今天的招待，谢谢您。